OK， 我哋今次咧係繼續講到醫治釋放嘅。咁但係有好多人就會話醫治釋放點樣包括埋呢啲嘢嘅咧？好多人就以為醫治釋放咧淨係同佢講邪靈啊，為佢祈禱啊，經歷聖靈啊。咁其實咧係醫治釋放係整個生命嘅改造啊，整個生命修理俾神改變嘅時候咧，咁然後祈禱嘅時候咧，個醫治釋放就容易啦。咁而我哋今次係講到自處啊。 自己处理自己嘅问题，同埋咧点样对待人，即系自己同自己嘅关系，同埋对人嘅关系。咁呢度都讲好几样嘢嘅。咁我哋讲完今次咧，下一次开始咧就讲到点样神嘅同在之中做释放医治咯，即系点样喺祈祷中带嚟医治嘅。咁呢度睇上嚟啦，呢啲嘢咧，大家有时都觉得话呢啲同医治释放有关咩咁。咁啊，第一个价值观。 可能就覺得價值觀係真係有需要咩啊？呢個喺醫治釋放啦，大家可以望住我，你唔使望盯住張紙嘅，我哋除非讀過經文嘅啫。有好多人揾過我做醫治釋放，原因咩原因咧？因為佢覺得佢一定要結婚，佢揾唔到對象，佢就好唔開心。咁唔開心咧，就造成咧憤怒啦、怨恨啦、孤單啦、失落啦。 咁佢需要呢次釋放，就係佢嘅價值觀一定要結婚，即係人哋話成日問佢幾時拍拖啊，佢就唔好意思啊，即係唔好意思，而家仲未有拍拖喎。咁有啲人就一即係時時都覺得啊，點解我冇份咧，人哋有份，我冇份咧？咁佢嘅價值觀就係我一定要拍拖，或者佢成功啊，要成功啊，要賺到錢啊。當佢個價值觀係定喺呢啲位咧，佢就會好容易會失落嘅。咁你話？ 咁我基督徒係咪應該要都應該有婚姻？嗱，其實神安排有啲人有婚姻，有啲人係單身嘅。不過唔緊要嘅，無論係單身或者結婚都可以開心嘅。最緊要係隨時開心啊！當我太太第一個太太離世之後，我係諗住唔結婚嘅，但我唔覺得孤單喎。點解咧？我日日親近神，長時間嘅祈禱讚美神，哈利路亞，多謝耶穌，我唔知幾享受。 咁啊，享受過程咧，我唔會覺得唔開心，但有啲人就會好唔開心嘅。哎呀，死啦！即係個人就話咁，嗰一間屋我自己一個喺度，我自己自得其樂喎。即係我祈禱又親近神，又做我要做嘅嘢，侍奉啊，做應該要做嘅嘢。咁我心就覺得好開心嘅，即係話原來我嘅價值觀就係我想知做神要我做嘅嘢咧，我就會開心噶。我唔使一定要人哋要我想點嘅。咁你普通人即係。 即係好多定一啲價值觀，就話你要結婚啦，你要生仔啦，你會賺錢啦，有份好工啦。咁呢個價值觀，咁我哋改變啊，就話跟從神嘅價值觀，因為神嘅價值觀咧就話你愛神愛人依靠神，神就祝福你，神就會提升你。你唔係一定個個人都係全職侍奉，但係總之你能我哋能夠榮耀神咧，神就歡喜㗎啦。 咁我嘅生命又唔使擔心，但係我哋都盡力做好應該要做嘅事。基督徒唔係話咁，我咧就信主，咁我就依靠耶穌，我就唔使翻工，我又翻工啊，隨便讀書又隨便，其實唔係嘅。我哋一樣盡全力去做得最好嘅。我自己都係點樣更加最好咧？更加講道更加幫到人嘅心咧咁。好啦，第二咧就係自我形象啦。自我形象咧，亦都係好多人需要釋放嘅原因。話點樣自我形象需要釋放咧？ 就係佢咧會覺得，我冇用噶啦，我人中意我，我乜嘢都失敗啊，我冇用嘅，即係唔開心啊，因為自己嗱咁嘅時候咧，長此以往咧，就會瞓覺瞓唔到啦，同人相處困難啦，冇朋友啦，即係成個生命就會破碎嘅。咁所以自我形象唔得醫治咧，亦都係會帶嚟問題嘅。咁咧彼得前書一齊讀啊，2章9節。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啦，咁呢个经文咧就讲，我哋系好尊贵个，系被拣选神拣选嘅族类。嗱，譬如你，我谂大家都听过有啲被拣选。 有啲係譬如公司揀一個最優良嘅同事啊，或者你喺學校被揀選係優秀學生啊，或者係優秀嘅市民啊，我諗好多人都會好歡喜嘅。咁
但係呢啲都係俾人揀選啊，但係被神揀選，我哋係有尊貴嘅身份咧，呢個係好唔同嘅。所以我哋成日都深信我哋係好尊貴，我哋被揀選嘅族類係有君尊嘅祭司，即係祭司就將人帶到神，將神帶到人嘅係尊貴嘅祭司，將人帶到神嗰度嘅係聖潔嘅國度，我哋係聖潔嘅，係有神嘅同在嘅，係屬神嘅子民，就叫我哋能夠宣揚嗰位召我哋出黑暗。離開黑暗進入奇妙光明嗰位神的美德，就是話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榮耀神的。那榮耀神呢，其實在我來講是經常都發生的，有什麼事我都說多謝耶穌，耶穌真的好了，我會被人看到耶穌的美善，那人聽到我說他又即我又會很多時分享一些見證，怎樣耶穌醫治人、祝福人、又為人祈禱，人即刻又會經歷到神的工作。那這些都是即是說我深信我是寶貴，以後我走出來有一個人叫他的 last name 我唔記得，叫 Nick， 很多人都記得，他好似係 Wojcicki， 我唔記得清楚啊。Wojcicki 又唔記得清楚。咁佢咧就係、是、一個咧係冇手冇腳，只有一隻腳仔得兩隻腳趾嘅一個人，似乎係冇盼望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初頭真係想死嘅。佢八歲嗰時候想死，十歲嗰時候嘗試浸死自己。在個浴缸嗰度嘗試浸死自己，其實佢係好困難，但係佢真係用個腳趾做到好多好奇妙嘅嘢嘅。咁佢後來咧就有一樣好特別嘅才能，神俾佢，佢又發揮就係咧，即係persuasive 嘅講道，鼓勵性嘅講鼓勵人。全世界都好多地方邀請佢去，好多學校啊四圍請佢去。咁佢亦都係一個報道家，但係佢係真係咧，淨係得只腳。即係好一對好短嘅啫，即係唔係長嘅腳，短咁短嘅腳仔，咁有隻腳兩隻腳趾嘅啫。佢又識打字，又識游水，又識玩白浪，又玩跳降落傘，即係好神奇嘅，好多嘢佢都做嘅。咁而佢咧有一句説話，佢話：佢唔係淨係你嘅信念覺得自己寶貴，你一定要付出代價。佢自己真係付出好多代價先能夠做到咁多嘢。佢要衝破呢種惧怕，能够企喺咁多人面前，即系好多时嘅聚会成千人或者更多人，佢系好矮嘅，所以要企上个台嗰度嘅。佢自己都上唔到个台，要有人抱佢上去个台嗰度嘅。摆喺佢个台嗰度，然后佢跟住讲嘢咧，就会令到好多人被感动。就系佢原来佢即系话佢初头觉得自己冇用，但系神咧医治佢、拯救佢，佢就觉得自己有好宝贵。而当佢鼓励好多人，其实。就算你冇好多人有嘅嘢，就算你冇啊，只要你信靠神，你都可以有盼望，但一定要付出代價嘅。咁所以下一點咧，第三個咧就講到想有個健康自我型，一定要建立呢啲嘅能力嘅。我一齊讀一讀嚇，第三點嗰度就係咩能力呢？溝通、人際關係、逆境自傷、專注工作、學新事物、分辨策略、體能啊，呢啲其中一部分嘅啫。譬如一個人，他咧唔識得同人溝通，他能唔能夠好健康自我形象？譬如佢話神好愛我嘅咁，佢相信神愛佢。如果佢同人溝通唔到，佢同人講嘢就咁發脾氣，講啲負面嘅嘢，咁嘅時候咧根本就唔會有，即係佢唔會有好嘅朋友，佢做唔到佢要做嘅事嘅。咁所以我哋想有健康自我形象，都係一定學習到同人溝通啦，人際關係咧點樣去關心人？有些人就即覺得有些人條件好啦，所以他那麼多朋友。其實好朋友有好的朋友不是代表一定條件好的，最主要的質素是什麼呢？肯聽人講嘢，關心人，回應人講嘢，這個就是能夠有好的人際關係。其實在我小個的時候呢，我在讀中學的時候成日都被同學笑的，我咧就一班同學嘅時候咧，又唔夠膽講嘢，講嘢好多時講一半就唔敢再講落去嘅，就驚住啲人冇興趣聽，講到一半又唔再講落去，即係冇乜自信心嘅。咁啊，照計就唔會同咁多人做到朋友。但係其中我一個質素咧，就係我係中意同人一對一有好嘅關係。咁而當我信主之後咧，神就俾我一個膽量，我同人。即係我始終同人關係咧，我係中意一對一嘅，我唔係淨係中意一班人啊，一班人咁樣講信息，而係我會建立每一個人同佢溝通，建立佢，鼓勵佢。
咁嗰啲人被鼓勵咧，即係咁嘅時候咧，佢哋又會覺得嚇，葉牧師真係好有心幫我喎。咁呢樣嘢我未做牧師已經係咁樣嘅，即係我就會時時去幫助人。咁呢一樣嘢就幫助我，真係咧、那個自我形象提升咗，唔係叫做爆棚啊！即係有啲人話我覺得好叻，而係話我係可以為神做到嘢嘅。呢個一定要學習同人有好嘅關係，同人溝通啊咁。逆境智商係乜嘢呢？俾人蝦，俾人拒絕，事情困難都一樣有力量，一樣有平安喜樂，唔俾人影響。咁呢個係我自己真係學會嘅。神喺我哋每個人都會經歷到困難，專注亦都係要學習。其實好多嘢我哋都要學習嘅，先能夠成為一個成長嘅人。有啲人睇聖經睇一半咧，就唔知睇乜嘢嘅，或者做咩嘢都唔能夠專注，敬拜唔能夠專注。咁呢樣嘢係要學翻嚟嘅，學習專注。譬如我講嘢咧，我要專注，我專注幾樣嘢喎，我專注睇你嘅反應，我專注我要講嘅嘢，我專注點樣去表達，點樣有啲例子。我自己咧，我係同好多人唔同嘅，我唔會諗定例子嘅。有啲人講嘢咧就會諗定例子寫定曬嘅，我係唔寫定嘅，我係有曬嗰啲要點經文，咁我就會講噶啦。咁我就會喺嗰陣時咧就順從聖靈嘅感動帶領。咁有啲時候當然我會預備好，即係有啲嘅例子，但係有時係冇特別嘅例子嘅。咁喺嗰時候咧，所以我要專注領受神嘅感動，同埋點樣應講一啲應用啱人啊、適合人嘅嘢。咁呢個都係學習專注啊！專注聽人講嘢好難喎。大家有冇試過聽人講嘢，聽聽下，死啦！佢啱講乜嘢都唔記得咗喎，冇留意到喎。咁呢個都係即係冇呢個專注嘅能力。咁另外工作能力，譬如一個人佢做工咧，硬係俾人炒魷魚嘅，咁佢可唔可以有個健康自我形象咧？佢做咩工都俾人炒魷魚嘅，佢唔會有健康自我形象。學新事物，咁有啲人唔得噶啦，我老噶啦咁。我諗在座我可能最老嗰個，但我一樣可以學習新嘢喎，我一樣可以學習新嘅，有咩新嘅嘢我都會學習。咁呢個係由我多次嘅學習能夠培養到呢種嘅能力嘅。分辨咩係啱係錯，咩嘢係好，咩嘢係適合，點樣去關心人，分辨佢嘅需要，策略啦，就係話我點樣提升自己，點樣做得更加好。有好多人係冇呢質素嘅，所以佢做好多失敗嘅時候，結果點樣咧？佢就會自卑啦，覺得自己冇乜用啦。咁同埋體能喎，體能都係重要喎。好多人就成日都話：哎呀，好攰啊，冇力啊。咁呢個係需要練翻嚟嘅，係最好由細練翻嚟啦。但如果你而家呢個練都可以嘅，你都可以即係有體能可以咧。譬如我可以打波啊，打好耐，我可以打好長嘅時間，即係神俾我呢個體能。但係我真係練出嚟嘅，係練出嚟。以前我跑步啊、打波啊，跑好多咁，所以咧我做好多嘢，我成日咧可以做好長時間咁。呢啲都係造成一個人，即係話我哋嘅。想自己得醫治釋放，都需要處理呢啲嘅。嗱，有啲人係點樣咧？唉，冇心機，做咩都唔好啊！冇人中意我，我成日都失敗。嗱，咁佢就需要釋放噶啦，因為佢嘅心裏面總係覺得自己係失敗者，成日都唔開心，容易受傷害。咁個人咧就會即係總係一種捆鎖裏面啦。好啦，下一點啦，就係人生嘅目標。好多人人生目標咩？要結婚生仔啊，成功啊，被人認同啊，平安度過一生。好多人平安，即係覺得就係冇事冇個案咁樣就叫做好啦。咁但係其實咧，當人係目的喺呢時咧，就會失望嘅。你會發覺唔係即係事與願違，你想得嘅又未必得嘅。但係如果我哋話我要愛神、榮耀神，但我都盡一切責任喺我做呢一切嘅時候，神係喜悅嘅。咁嘅時候咧。即係話，就算世界世人嚟講，我哋唔及有啲世人嘅嘢，但係我哋會有一個健康嘅自我形象，同埋有達到嘅目的。其實好多人同我講啊，唉，我做人都唔知做乜，又係翻工放工又辛苦又唔開心，都唔知做人做乜。即係有啲人同我咁樣講嘢。咁但係其實基督徒有一樣嘢就係神俾我一個人生目的，就係我哋可以榮耀神，可以祝福人。可以發揮生命，咁呢啲都係神俾我哋嘅
嘅目的。當我哋做嘅時候，神就會歡喜噶啦，我哋生命就可以發揮嘅。咁我希望大家都喺神裏面立一個目的。咁點解有啲人需要釋放呢？嗱，呢個每一點都係講到原來冇呢啲嘅人就會需要釋放，就係佢，唉，做人都唔做咩？唉，好煩啊，好冇意義啊，想死啊，真係。咁嘅時候咧，個人就會俾啲煩惱影響。人咧係俾任何煩惱一控制咧，好難出翻嚟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你有冇試過煩惱？發覺好難，一慣咗煩惱咧，一慣咗情緒化係好難出翻嚟。因為我試過俾人哋傷害啦，就變咗裡面有壓抑同埋驚啦。我發覺好難出翻嚟，係用好多嘅努力嘅。咁呢個努力咧，真係話。我真係話神愛我，我唔需要擔心，唔需要諗呢啲負面，唔需要驚。咁我感謝神，神就歡喜噶啦。我做神嘅事，神就歡喜。咁我覺得開心啲咧，我就讚下自己，感謝神，我而家開心啲啦，我有進步啦。咁一路咁樣慢慢脱離嗰種懼怕。以前咧，我會無端發事喺度洗碗，自己會驚喎。唔係驚有咩事發生，係諗翻嗰啲人講嘅説話。咁後來都唔係諗佢講咩説話，就自己無緣無故會驚嘅。但係我就。就話冇理由咁樣嘅，神係愛我，我做嘅事神係歡喜，我唔使俾佢影響嘅。我感謝神，神會愛我嘅。咁我一路咁講嘅時候咧，個心就鬆啲啦，開心啲啦，進步咗，感謝主。咁我就讚自己咯，又繼續每一日咁樣做咧，又成日都讚美神，感謝神，個人越嚟越開心。咁就令到我嗰啲曾經俾人壓抑嗰種感覺，曾經發惡夢，曾經發惡夢打穿夢牆，因為。發惡夢，我自己起鳳牆在裏面。我曾經發夢咧，總之喺啲危險嘅情況，諗埋曬嗰啲，即係我有時發夢都幾創意嘅。我試過發夢咧，見到天花板好多枝，即係一枝枝嘅長嘅釘咧喺向下，那個屋頂又會褪落嚟喎。咁我就睇住嗰度啊，呢度釘同嗰個釘中間有個罅，我要喺個罅嗰度，咁佢落嚟就唔會刉到我啦。咁樣我咁諗，點不知咧？在我夢中就不知道為什麼動了一下，動了死了死了，現在會被他刺到，會發夢會這樣發這樣的夢的，就是那種裡面那種的壓抑。但我就說我不用這樣的，神是給我喜樂的，天天都開心，裝滿好的意念。慢慢這些惡夢就沒有，即之前我真的很多時候都會發這些夢的。好了，另外就是動力了。很多人做人沒心機，沒心機做人，沒心機讀書，沒心機祈禱，沒心機翻教會，沒心機睇聖經。咁點解我有動力咧？呢度講咗四點，從神有動力，一齊讀一讀啦。神的愛，自己是寶貴，犯罪必破壞，遵從必蒙福。嗱，呢四點我希望大家記得。神成日愛我嘅，我好寶貴嘅。神成日錫我，睇重我，所以我係寶貴嘅。如果我犯罪唔聽話咧，就有破壞性啦。我聽話咧，就一定蒙福嘅。即係我時時都會咁提自己嘅喎，我做咩嘢神就歡喜，咁咧神就會祝福我，我嘅生命就會提升噶啦。如果我犯罪咧，就有破壞性噶啦。咁我時時都話，我行神嘅路一定蒙福，我一定有喜樂，一定有目的，神就會提升我。咁神真係一路一路啊，俾更多嘅機會俾我，咁我就會成日都從神得力，同埋有呢四點啊。大家可唔可以記得呢四點啊？神愛緊我嘅，我係寶貴嘅。犯罪一定有破壞性，而我遵從神一定蒙福嘅。大家可唔可以記到啊？第一點係咩啊？神愛我。第二咧，我係寶貴嘅。第三咧，犯罪一定有破壞性。第四咧，遵從一定蒙福嘅。咁成日都話我遵從神，神就祝福我嘅。感謝神，神好愛我嘅。我做得唔夠好唔緊要，我悔改神就赦免我啦。咁同埋喺逆境都有動力。即係我試過咧，真係係好困難，又俾人哋傷害啊。而經濟上有困難，我話神啊，你一定有方法，一定有方法。咁即係神咧又俾個解決我，但係呢個解決咧係一年嘅啫喎。咁話神啊，到嗰年又點咧？咁啊到嗰時咧，神又開繼續啦，又有一年喎。到嗰時就嚟到嗰年，我話神啊點樣？即係我一路成日話神啊，到嗰時我會知道啦。真係到嗰時又知道，即係我曾經經歷過呢啲咁嘅日子啊。咁我。感謝神在這個日子，我看到神真的一定會開恩，很神蹟性地為我預備的。希望大家都有知道神真的會祝福我們的。好了，下一點就是處理控訴。控訴是什麼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有時諗翻以前做啲嘢，哎呀，真係好愚啊！點解會做啲咁嘅嘢咧？點解我會做錯事咧？哎呀，又俾人話我啦，又俾人咧啊笑我啦！嗱，我自己有一樣嘢咧，諗翻好多次，咁係樣咩事咧？嗰陣時我喺中學嗰陣時，我係壁球隊嘅。咁我嗰陣時未到十八歲，個老師就叫我去打呢個全香港嘅壁球嘅，即係十八歲以下比賽。而當時打壁球嘅人唔多，我係有機會攞到冠軍嘅。但係嗰個教練話俾我聽去嘅地方，我就以為係我諗嘅一個地方，我就話俾我識去，但我其實唔識去。結果咧係去咗，係發覺唔係嗰個地方。結果係冇去到，冇去到，結果冇得打。冇得打之後咧，咁後來諗翻好多次，啊，點解咁嘅嘢都會錯嘅咧？點解嗰時問一問教練咧？咁啊，結果失咗呢個機會，真係好多次都會諗翻呢樣嘢。但係我一路同自己講，諗翻咩用啊？其實而家神都使用我祝福好多人。呢樣嘢冇打到嗰場波有咩緊要？但係人就會咁喎，我冇打場波，當時可以得到冠軍嘅可能，失咗呢個機會，即係就會自己指責自己，或者自己做錯嘢。大家有冇試過一路指責？有人話自己，跟住自己不斷指控。嗱，指控咧其實係好慘嘅喎，指控咧不斷話自己，唉，我冇用啊，神人唔中意我，神都睇唔起我嘅時候，個人係好冇力嘅。咁所以我哋需要處理呢啲指控嘅。嗱，我一齊讀《羅馬書》八章三十四節嚇。誰能定他們的罪呢？有基督耶穌已經死了，而且從死裏復活，現今在神的右邊，也替我們祈求。即係話，邊個能夠定我哋嘅罪呢？耶穌已經為我哋死，而且從死裏復活，喺神嘅右邊替我哋祈求。耶穌為我死啦，佢又復活啦，佢又一路為我祈禱，一路祝福我。咁我仲使驚邊個指控我哋呢？誰能定我哋嘅罪？誰能控告神所揀選嘅人呢？咁所以聖經話唔使俾人驚噶，唔使俾人嚇親噶。但係好多人就話：有人唔中意我啊，有人話我啊，啲同事話我啊。呢啲説話我聽過唔知幾多次嘅。有同事唔中意我，有同事背後講我閒話，佢就好傷心。其實有乜所謂啊？佢根本傷害唔到我哋嘅。但人總係咧覺得眼前嘅人緊要過神，就冇俾即係神去安慰，神係安慰我，神足接納我，我唔使俾人影響嘅。咁我自己咧即係曾多次咁處理啊，以致我就即係有人控訴我，我就會話唔緊要，我自己一路話俾自己聽唔緊要。所求於管家係要佢有忠心，我已經係忠心，神歡喜嘅，我唔使俾佢影響，一路放低呢啲控訴。同埋我自己裏面嘅控訴，我發覺自己控訴咧係好多次嘅，即係人哋話我一次，我就控訴好多次。大家有冇發現呢樣嘢？並且會多年啊，多年會諗翻啲做錯嘅嘢，不斷控訴自己。咁我哋就放手，唔好再控訴自己啦。咁好啦，跟住咧就勝過孤單感啦。呢個孤單感咧，好多人都有嘅。小朋友，你會見小朋友啊，好悶啊，冇嘢做，快啲走啦咁。有冇見到小朋友講？而家啲小朋友嗰種悶嘅程度係好比以前係強好多，因為佢哋慣咗要有遊戲機、有刺激、有電影，咁所以咧佢哋一冇得睇、冇得玩嗰時咧，佢就會覺得好孤單啊！咁而家唔係淨係後生啊，即係細路嘅，係成年人都一樣，覺得好孤單，好啊有孤單感。咁呢個咧，我哋點樣去勝過咧？呢度首先嗱，呢度寫嘅就係話咧。神的同在令我哋唔孤單，而自己同埋自己有寄託同埋目的啊！嗱，好多人咧，佢哋寄託乜嘢咧？有朋友，好多人追求有朋友，有朋友我就唔孤單啦。但係咧，神的同在係永不變嘅。咁有啲人話神都睇唔到，點樣同在永不變咧？嗱，大家望一望啊！你學到用個心靈感謝神，多謝天父，哈利路亞！咁咧，你裡面可以湧流出喜樂出嚟㗎。咁我其實都有好幾次，我教啲人嗱，你個心裏面呼叫出嚟，多謝耶穌，多謝耶穌。有啲人就湧出喜樂。喺我哋呢個聚會都有不同嘅人曾經咁樣樣一呼叫耶穌，耶穌愛緊我喺心裏面，耶穌而家愛緊我，中意我，佢裏面就有喜樂。咁做做下啦，你唔使要大嗌喎。啊，哈利路亞，神嘅喜樂都會湧流。咁我希望大家咧，即係睇到原來神係咁真咁近嘅，
咁你就任何時間都可以有喜樂。咁呢個神嘅同在好大幫助啊！將來有一日，如果我受逼迫，俾人捉咗去坐監，喺個監牢裏面，咁有啲人死啦，死啦，俾人捉去坐監，啊，聽日判死刑喎，聽日打幾多鞭喎，點算咧？咁我就會點咧？一路親近神，多謝耶穌，多謝天父，哈利路亞！啊，俾人打，神保守我啦，可以唔痛嘅，或者就算痛又唔緊要，一路諗住耶穌，多謝耶穌，多謝耶穌，而每一次我靠耶穌勝過，每一次是神歡喜的，同埋我更加榮耀神，神就歡喜的，神會一定有方法保守的，即係我會深信在最困難受逼迫的時候，我都不用被人影響，同埋唔怕孤單。我試過咧轉飛機咧要去宣教的地方，有一次他話你要等十個鐘頭，咁有啲人聽到就話死啦，等十個鐘頭點等啊？咁我就會話我喺度祈禱咯，喺度祈禱，喺度休息咯。好多時咧我就會在休息黑文眼，哦，謝耶穌，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就一路享受神咧。時間過咗我都唔覺得嘅，即係其實好多次我哋宣教咧，有時都係好長時間喺個飛機場嘅。咁有時係瞓覺，但我瞓覺一路咧就一路呼叫耶穌。有一次我宣教，呢個好特別嘅經歷。咁我咧就喺個車上有一個鐘頭嘅時間。咁我一個鐘頭做咩呢？我就休息啦，但我有一度讚美神，多謝天父，多謝天父。跟住落車咧，就有一個傳道人嘅兩個姊妹接我，仲有其他人嘅。咁呢兩個姊妹咧，十幾歲嗰陣時，首先係細我埋，一同我握手，佢即刻就充滿聖靈，充滿即刻就充滿喜樂。而佢嘅家姐又係大佢少少，都係即係啊，都係高中嘅。佢自己可能係啊，即係點樣講啊？即係總之大約係可能十三歲咁啦。咁佢家姐可能十五六歲咁樣。佢嘅家姐距離咁遠啊，即刻又充滿喜樂，即刻又被聖靈充滿。呢一次咧係我喺個途中就係咁樣去親近神啦。我才發覺哇，神的同在可以這麼強烈。那後來這個家姐呢就在我們集體祈禱是見到耶穌的。我去過一次，我第二次再去，我特登要去攝錄這個女仔，即是特登攝錄她和她分享講到其實在網上你想看呢，我可以給你看的，即是 看回這個女仔，即是說原來在神的同在，其實我去很多地方呢真的看到神的工作是很奇妙。試過有癌症的祈禱，他充滿喜樂，他初頭痛的他即刻覺得不痛，後來醫生檢查沒有癌症。試過很多憂傷的人會經歷聖靈的工作。試過我們就這樣站在那裡，有人站在那裡一直祈禱，一祈禱我一開始祈禱，他即刻被神的能力充滿，他即刻充滿喜樂，不是按手的，即是神的同在可以這麼強烈在人的身上，看著很大批人被神改變醫治。其實我們大家都可以，咁嘅時候咧，我們就唔會孤單嘅。將心放喺神嗰度，唔係代表你一定要做牧師，你無論做咩工作，但你成日都感謝神，耶穌就祝福你，祝福你嘅生命嘅。好啦，孤單感，跟住咧就係心靈同身體嘅健康啦。我哋需要做咩咧？一齊讀下，管理思想、情緒和潛意識，親近神帶來平安喜樂和管理負面情緒，在逆境時能管理情緒和處理困難。管理食物、睡眠、運動來照顧身體，即是我們需要整個心靈和身體的健康。很多人來找我們就是我憂鬱啊，我不開心啊，我煩惱，身體又痛又 不舒服，即很多都是這樣的情緒，跟著影響整個人。好了，那怎樣去處理呢？我們的思想，我是很留意我思想是負面的正面，我一發覺負面，我就不需要這樣想。即譬如想啲人很多問題啊，搞不定啊，又不肯接受幫助啊，又互相爭鬥啊，那我就說神你一定有方法，神你一定有方法的，我宣告神一定要做工。譬如今早我在教會，我特別講到這個愛教會和愛弟兄姊妹，是因為原來之前我聽過有一些幾嚴重的問題可以造成教會很大的問題。當我聽到的時候，我即刻覺得都幾困難，而那兩邊是對立的，那我就分開去處理
兩邊同佢哋溝通，然後咧神俾我意念今日信息係講到愛弟兄姊妹同埋愛教會啦。咁然後咧我就喺個祈禱喺個敬拜嘅時候，我就請佢哋咧去即係求神感動佢哋有一個祝福人嘅心。神都俾我一個其中一個教導就係話：你接待弟兄就接待我，你接待一個你善待一個主嘅弟兄，你就善待主。當你唔做在佢嘅身上，你就唔做在主嘅身上。即係話，原來我哋做乜嘢嘢係好嘢就做在耶穌身上，唔好嘢就做唔係做喺耶穌身上，即係亦都係同樣係做喺耶穌身上嘅。咁我去鼓勵佢哋，佢哋聽完之後，佢哋真係咁回應。咁其中有啲人都話，因為我同佢哋處理啦，佢話我今朝成朝都一路咁樣掙扎，結果我願意信服，因為幾日我都一路輔導點樣去處理。咁結果佢哋願意咧，就今朝係我感謝神係好帶嚟好大嘅祝福，即係原來神嘅工作可以衝破呢啲嘅困難，即係有啲人就會咁嘅，劈炮啦，唔理佢啦，唔做啦。但我個心就神嘅家唔可以咁，一定要得醫治嘅。咁我就一定有方法，我就去刻意去兩邊去處理。咁我希望大家都係會咁。但係而家我想講嘅就係呢個問題已經存在咗若干年嘅。呢、這個問題已經存在若干年，即係話唔係一下子，即係咁耐都冇處理到。咁但係當然我話唔係今日即刻處理曬，但係今日一個開始。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有呢個信心，我哋可以一步步咧俾神去祝福，可以處理到裡面一切我哋裡面。我自己就咁嘅，我一發覺我裡面有擔心、有唔開心、有激氣、有怒躁、有唔中意某嘅，我即刻會處理嘅。有啲咩唔開心嘅情緒喺度煩啊，有啲翳悶啊，有啲覺得被人委屈啊。被人傷害啊！我即刻會處理，唔緊要，神會俾翻我嘅，神會祝福翻我，我一定會處理，處理到釋放為止，即係深信神愛我，人做傷害唔到我嘅。咁我希望大家都咁樣做，亦都一方面就係心靈嘅健康啦。因為呢方面我哋都講過幾次，有處理思想情緒，我哋就唔講太長時間。同埋管理身體喎，我見過有啲人食嘢，哇！我見過有啲人佢好有心侍奉啊。他吃什麼呢？全部是 junk food， 全部垃圾食物。同埋呢，我見過有些人很有心侍奉，不過呢他又不管理自己的身體，就亂咁食嘢，就結果呢身體呢是很肥，膝頭就痛了。他怎麼去宣教？他說我有心宣教，他走路都痛，怎麼去宣教呢？即是原來人想給神去用，你的生命發揮處理生命的問題，一定要處理我們的健康的。咁我自己咧，成日都做嘢，但我一可以我就喺度運動喎。我成日即係手又喐啦。喂，我講俾你聽，我神俾我呢個丹田啊，呢個位置咧，呢個肌肉，神咧喺聖靈充滿嘅時候教導我點樣可以呢個肌肉可以收縮。咁我就好多時咧刷牙，咁我就一路喺度做運動嘅，即係我啲運動咧慳時間嘅。我有打波啦，咁啊，但係咧我都隨時隨地扎馬啦，扎馬。就我咧能夠，即係總之成個身體保持健康嘅。咁我以前咧喺外國嗰陣時咧，去地鐵站我做咩咧？地鐵未到啦。咁我咧就喺個樓梯嗰度冇人啦，我就跑上行翻落，一落咧就唔跑，因為撞個膝頭。跑上行翻落，跑上行翻落，同喺縫牆嗰度做掌上壓，即係頂住縫牆又做掌上壓。即我就會咁嘅，並且咧嗰陣時我翻工咧，我又做咩咧？我跑去地鐵站喎，歡迎。咁我會跑去地鐵站，點解會做呢啲嘢咧？因為我覺得我身體係寶貴，係重要嘅。我譬如喺度做嘢咧，我係會扎馬做嘅，我會一路做運動嚟做嘅。咁咧呢個就係我珍惜我嘅身體，珍惜我嘅生命。而我很重要就是我處理這些所有的負面情緒啊，讓我整個人呢盡量輕鬆輕鬆。咁而這個過程，因為我曾經被人批評啊、壓抑啊，以致裡面有一種不舒服的感覺，而我能夠勝過到呢，我就可以告訴人聽，總之你進步些少就欣賞自己，我今天有進步了，感謝主，我今天有進步了，那就開心了，個人就越來越開心了，我有進步，神就很欣賞我的了。這些正面的思維是很有幫助，對於我們有幫助，對於我們輔導人也有幫助。
即係有人話我有些少進步，咁就主你有進步，讚下自己啊，神就讚你咯喎，咁個人咧就會有信心啦。好啦，跟住咧就係另一樣嘢咧，即係我哋自處都係有意義嘅成就。點解有意義嘅成就啊？一方面我哋話唔好追求世上嘅成就，但我哋話有意義嘅成就咩意思咧？唔使望緊紙嗰啲度。有啲人咧追求成就，我要賺到錢，我要娶到個咩嘅老婆啊，嫁到咩嘅老公，我要點樣被人哋接納，即係好多人就追求一啲咁樣嘅成就。但呢啲成就係好虛無縹緲，亦都係即係話可以失去嘅。咁我應該追求咩成就呢？我處理到生命，我生命係平安、喜樂、健康嘅。我周圍祝福人，就算嗰啲人唔接受幫助，我都有付出我的代價。我係祝福人嘅，我做工我會做得最好，我盡量去改善。嗱，就算譬如可能話，哇，你都唔能夠做到老闆喎，你嘅唔係升職升得好高喎，或者你賺嘅錢都唔係好多，唔緊要，神到時候就會供應，就會開路嘅。即係當我哋真係向上去嘅時候咧，就越嚟越好嘅。即係話有意義嘅成就，亦都能夠學識幫人啊。就係話我哋見到有人有需要，我哋識得輔導佢啦，為佢禱告啦，幫助佢啦。咁我哋做慣咗咧，就隨時有人有需要，我哋都可以幫助佢嘅。咁呢個就係即係有意義嘅成就。咁你越做咧，你嘅生命越有成就。咁其實我有好多嘅教導，大家熟習。由你識得教人、輔導人咧，呢啲即係我經過咁多年學翻嚟嘅嘢，你就可以用得著。其實我喺我嘅教導嘅特色係咩咧？就是通常喺我生命裏面，我發覺有困難嘅地方，我係喺神嗰度揾一個處理方法。我揾到之後，我將佢拆開，我到底我做乜嘢？我點樣處理內心？我點樣處理做咩行動？我點樣欣賞自己？點樣鼓勵自己？點樣從神得力？我會有一連串嘅行動，以致我能夠做到神想我做嘅事。咁呢個咧就係我即係我將呢啲拆解咗啊，或者點樣處理負面嘅情緒？點樣處理壓抑？咁我講咗之後咧，其實呢個係好重要。我想講咧，我識得有基督徒，甚至我識得有教牧，係唔識得處理呢事，以致進入憂鬱。我識得有一個宗派嘅領袖，佢話佢有即係佢好嘅有樣好嘅，佢承認啦，佢向大家承認佢係有憂鬱症。咁佢承認係好嘅，不過我覺得喺耶穌裏面。係一個牧師應該可以學習處理到啊！即係佢就覺得我承認就係一個勇敢行為，咁呢個係勇敢行為。不過我哋應該更加去追求點樣處理自己，先能夠幫到呢個世代嘅人。呢個世代點解咁多人憂鬱呢？我覺得咧有好多因素咧係有時係我哋控制唔到嘅。其實我哋去任何地方都有好多 WiFi， 大家會發現你開個手機揾 WiFi 咧。你想入你自己屋企 WiFi， 而樓上樓下前後左右嗰啲屋嗰啲 WiFi 都出現曬喎。不過你上唔到啫，上唔到，但係嗰啲 WiFi 喺度延我咁整你喎。咁不斷受呢啲嘢，同埋嗰啲食物幾多污染，幾多改變呢個基因嘅食物呢個環境嘅空氣啊、水啊，有幾多重金屬，有幾多唔好嘅嘢，我哋實在唔知道嘅。呢啲係影響緊人，同埋啲人嗰啲。被啲遊戲機影響，被啲手機影響，所以情緒係好唔穩定。咁喺咁嘅情況之下，我點樣能夠有個好嘅見證？我哋自己處理得好，然後能夠幫到人。咁我即係我哋呢幾堂講到乜嘢？就是、原來釋放醫治唔係淨係同人趕鬼或者就咁祈禱得醫治，係一定處理整個生命所有垃圾清除嘅。好啦，跟住咧第十點咧就係與人相處啦。就係話咧，我哋一齊讀一讀下《路加福音6:35。你們倒要愛仇敵，也要善待他們，並要借給人，不指望償還。你們的賞賜就必大了。你們也必作至高者的兒子，因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惡的。37。你們不要論斷人，就不被論斷；你們不要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你們要饒恕人，就必蒙饒恕。OK， 咁咧就喺呢、这個。經文所講係乜嘢咧？就話人總有問題，其實人人都有問題。呢個有冇人係冇問題嘅？大家有冇邊一個係冇問題嘅？我都有問題，我都有問題，不過我處理。咁當我同啲
有問題的人相處的時候怎樣，很多人就會嬲佢啦。但係呢個聖經講就係、是，佢對你唔好嗱，仇敵唔一定係打仗嗰啲敵人嘅，就係有時有啲人嬲我哋，我都愛佢，咁咧善待佢哋，對佢哋好。咁有啲人話有冇搞錯？咁咪激曬佢。但係當我哋唔去對佢好嘅時候，反而傷害自己喎，自己就會唔開心，自己就會有煩惱。我越善待佢，我越係輕鬆，我越放手，我越係對佢好嘅時候咧，我反而咧我自己會平安喜樂啊！至於給人不指望上文啊，呢、這個意思咧就唔係話有個嗰啲咩叫啲病態賭徒啊！我尋日今日又賭曬錢啊！唔該你借錢俾我，跟住借咗俾佢，聽日又賭曬嗱，呢啲唔係呢一種嘅借，而係有啲人真係喺經濟上有困難嘅時候，我哋借俾佢唔指望償還嘅時候咧，神就喜悅啦，即係真係有人需要，而我哋能夠奉主嘅名係祝福。即是說祝福這個人讓他知道耶穌的恩典，然後去幫助他，神所喜悅的。你的賞賜就大，就必作至高者的兒子了。為什麼呢？因為神是善待恩待那忘恩和作惡的，他會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即是神是善待惡人的，所以我們善待惡人，神就歡喜了。那我們不要論斷人，不要定人的罪，那我們就不被論斷。我們不定人的罪就不被定罪，我們饒恕人就必蒙饒恕，即是講到這種善待。因為跟人相處一定有很多這些問題，當我們願意經常都善待人，就算他不好我都對他好，我都恩待他，那我們就能夠心就鬆了，也都能夠更即是人際問題上減少了，減少了一些問題。那這些都是自己處理和待人接物。你早綜合翻上幾堂，你可以上網揾Facebook 可以睇翻曬 ，YouTube 又可以睇翻曬呢幾堂講到處理生命。我希望大家都能夠去刻意處理，讓我哋能夠即係生命裏面冇難阻啊！你一陣間討論咧就咁嘅，以上各點邊啲係你嘅強項？即係譬如你話我人生嘅目標，我真係有定咗好嘅人生目標，我處理控訴我真係處理到，咁你有呢啲強項，咁你點樣發揮呢個強項呢？好啦，咁你喺邊方面有困難呢？點樣處理呢？咁大家可以喺個即係喺個小組裏面咧去應用，因為重點咧就係我哋點樣應用到聖經嘅教導，讓我哋嘅內心清理曬，個內心鬆曬。我想問下大家，你今日係咪鬆曬咧？有啲咩棘住你呢？有啲咩仲喺度翳住咧？有啲咩仲喺度煩緊咧？呢啲事係我哋可以處理到、可以清理嘅。我哋係需要清理，唔清理咧就做人做得好辛苦啊！我哋一齊祈禱下，親愛天父，我哋多謝你，因為你嘅教導裏面包括我哋點樣去清理垃圾，將我哋裏面所有唔好嘅清理，讓我哋嘅處理自己照顧得好好，就好似個人照顧個花園，讓呢個花園咧有花有果實。而不是咧生曬啲荊棘雜泥嗰度嘅，主求你憐憫我哋中間有啲人可能有一種壓力啊、負面思想啊、低沉啊、孤單啊、唔開心嘅裏面，求主耶穌你釋放我哋、醫治我哋，讓我哋得到醫治，讓我哋開心做人，並且有美好見證。